感谢主恩典啊！咱这个乡亲团契实在是真正趣味啊！大家真正合作啊，大家真正看重这个点睛，也伫沟通的中间，看见大家人真热爱参加啊，鼓励鼓励啊！今仔所要传讲的信息，其实也知影最近咱拄着真侪困难、真侪问题，顶礼拜的。这个相亲团体，曾秀美牧师娘在遐讲，当我的心毋恐是因为，用诗篇77篇，我想到所接伊所讲的信息，就是咱在困难的中间，看起主的恩典，啊，看在困难的中间，咱要怎面对？顶礼拜，牧师娘特别有提到，在患难中的呼求，在患难中的解脱，因为咱有这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这个也未传讲，今仔信息拢是摆三个基督，三个万圣的主的面前。总感谢你的恩典，让阮今仔日这上信团契有遐侪人通来参加。恳求你特别的施恩，让阮这团契不但三个来分享主你的听，也伫接着这个团契，让阮我去主你伫遐鼓励阮、激励阮，搁较听你。由你继续，哦，这个团契内面的主持人在当讲。在团结每一位客友，拢看起主你丰沛恩典伫因身上，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尊名祈求，阿门，阿门。美国有一位真出名的牧师讲，你若伊爱看起问题呢，你较想逐日听新闻，当你听新闻的中间，你会听起真侪困难的代志，确确实实最近的问题实在太过侪，太过侪。无论利比亚的2万人死伫大水的中间，也是即个风雨有款物件，咱无法通伫遐来控制。即款物件呢，哈巴谷先知特别用即个问题带到上帝面前啊，来问上帝看要怎啊伫遐拄着困难的中间，着怎啊做？哈巴谷书第二章第1节到第4节，伊徛咧。来向上帝求问，然后也这个上帝特别对伊讲：“你也辛苦我，伊人因为信得着生活，因为信得着生活。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十年前呢，我的手机忽然间有一个信息，就对马来西亚寄来啊，就是我常常有甲王电话牧师联络的中间。我会记得真清楚，拜三天光接到伊的短信，但是拜四天光呢，忽然间听起伊伫遐离开世间啊！我伫遐忽然间，甲咱觉得讲人生实在是真正短啊！上迄日呢，对菲律宾接到 Viber 的消息，讲一位好友忽然间死去，这少年的一位好友，佫是护士，忽然间离开世间，原来伊因困难的中间。在无影的中间，忽然间去旅游，原来伫旅游的中间，伫遐困困去，互主伫遐接去。有一寡问题呢，当咱拄着问题中间，其实有一寡物件是咱无通去解释，有一寡物件呢是咱有法通解释。但是当困难来的时阵咱真常的心理就是咱爱得到解脱啊。We like to find relief，咱爱得到解脱。然后，咱来寻求安慰，咱要寻求安慰。We like to search for comfort。咱来伫啊，伫摆脱这困境，escape from trouble。咱爱安尼做啊。哈巴谷呢，伫咧讲的中间，伊用三方面伫啊教导咱啊，将是接着伊中间所互咱看的物件，会用咱通求告伊，咱通听候伊，咱通信靠伊啊。We can call on him, we can wait upon him, and surely we can trust him. 哈巴谷书第2章第1节这个哈巴谷先知讲，我要徛伫守望所，徛伫望楼的顶面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讲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用伊述说我的言声，我言声。伊伫遮就是伊爱用上帝伫遐来求问啊。哈巴谷先知一开始的这本书，
咱知影讲，伊就是爱起来问上帝，问上帝一款问题啊，问上帝一款问题。其实伊问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会安尼问啊？因为伊看起个时阵真侪歹代志产生啊。啊，咱会做讲有一款物件是因为人无好好伫遐去处理这个代志。就当我看伊入边个消息，遐侪人死，实在是真可怜。但到底什么原因啊？啊，这记者就伫遐讲，因为有两个大个即个咱嘛，啊，水塔无好好去伫遐去啊装修，啊是无去好好伫遐去修理，就伫一百年久啊，伊讲现在真侪物件皆安尼啊，真侪代志皆安尼。啊，咱连续看去大水洪涝，有款物件咱实在是无法通去解释啊，无安尼解释，天灾人祸实在太侪了，太侪了。但是咱属主的今日，咱通做什么代志呢？咱通求告伊啊！啊，we can call on him, we can pray to him。伫咧求告的中间，啊，伫遮内面有一日日是提到哀叹啊，哀叹。啊，有影咱啊拄着问题的时阵，遐辛苦上帝，人兼在咱袂去怪伊。但是有时阵咱实在是真艰苦明白啊，伫咧不明白中间。咱会伫遐流目屎，咱会伫遐呼求，咱会伫遐哀叹啊，伫哀叹。其实这个是一款的祈祷，哀叹是一款的祈祷，向上帝表达有关这个苦难的这个的代志啊，求上帝替受害者也来行事。Lamentation is a prayer that expresses complaints to God about suffering and asks God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victim。因为咱看见有一款。受伤的人啊，拄着这代志，所以伫遐哀叹啊，哀叹。各位，你若有看起马尾很小的代志，忽然间遐侪苦灵代的人，忽然间死伫内面。但是咱有一寡物件，咱欠在艰苦生命中间，咱有通向上帝伫遐表达咱的一款的伤心的代志。咱有法通表达咱的痛苦，痛苦有可能是对敌人来的活动。啊，是对家己的罪恶啊产生的啊，是甚至有一寡看上帝动作，咱未了解啊，未了解。Our pain may come from activity of the enemy, or from our own sin, or even something that we cannot explain。咱无法通去也解释啊，无能解释。啊，这个哈巴谷较特别的所在呢，是伊讲上帝伫遐来问啊问啊，其实是。各位，这是咱的伟大的上帝伫遐愿意听咱心中的难处。比如顶礼拜，咱的心无受安慰中间，其实是人就是安尼对上帝伫遐呼求啊，向上帝伫遐讲出伊的叹息，向上帝讲出伊的问题啊。啊，伫咧提问的中间，咱伫哀叹者以前的问题，感觉得到答案啊。但是现在也是有痛苦。爱向上帝面前提出问题啊！咱有一寡代志，咱伫上帝面前，甚至问了，上帝已经答了，还是咱已经知影问题了？但是，搁再来，啊，一寡物件，咱要怎啊呢？啊，其实这就是上帝面前诶，伫遐向伊呼求啊，因为咱通将问题带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啊。咱的动机呢？What is our motive？将一切苦难带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并单一地来回答嘛。We can bring all our suffering to God's throne of grace and wait for His answer。咱要听待伊地咱地来答问题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求告，一个特别的代志。咱向上帝地呼求，向上帝地求告。各位上帝有阵啊，无将隆重的问题隆重推开。有时阵是因为人的问题。有的时阵，因为咱踮伫世上；有的时阵，欠在是咱身躯软弱，所以从咱求告的中间，上帝也知影咱的身躯的软弱，踮在无伫头底下回答咱的这代志。但是，咱佫进一步来看这个向上帝呼求的中间求告伊，到底是甚物呢？其实伫遮，伊伫遐要将伊心中的难处。你讲，家己讲真无法通了解代志。He want to complain his grievances before the Lord 啊，上帝讲出这话啊，
因为这是新妇约里面一个真特别的代志，就是上帝愿意听你的心声，是不是？刚才你认为讲这个款的声音，刚才对上帝不敬啊？其实上帝才到哈巴谷，甲咱讲，伊愿意伫遐来听。哈巴谷讲，我通用什么话，用伊伫遐来述说，要甲讲我言心中的言话呢？What will I answer concerning my complaint？ 那是讲上帝，意思讲上帝呐，讲的时阵，伊要怎样来答呢？这就是这个，伊实在是无办法啦。过去时有阵啊，咱祈祷时阵，咱亲像上帝无咧听，咱亲像上帝无直头答咱的问题。现在兄弟姊妹，咱有阵啊，无这款的问题啊，安尼咱就感谢主。但是有阵啊，在困难的中间，咱实在是有关困苦啊，无地通述说啊，这是哈巴谷真趣味，通甲咱讲的代志。I didn't get that. Could you try again? This is artificial. 我手机要直播要挂讲话啊，用心的人啊，现在伫咧拄着到底有甚物款情形啊？现在我讲几个例啊。越累，就是咱头先是看见人会罪恶啊，为上帝良心临到世上祈求，但是却发现人会邪恶啊。For God's goodness for the world, only to find human evil. One sec. Working on that. No need for your assistance, dear. 这个 AI 真趣味，这个 AI。第二呢，咱有阵啊推尖端的代志祈祷，特别这个 Ukraine， 现在咱一直咧推祈祷啊。咱未明白为什么有人安尼爱拍这个 missile 的代志啊，安为和平祈祷，但是却经历尖端啊。Fervently praying for peace in the world, only experiencing war。咱放去拍战啊，现在唔是独独讲。一边的所在，刚才咱家庭内面的和合啊，刚才咱讲主啊，让阮的家庭和好，但是有一款物件咱讲袂出来啊，才变作家庭有一款困苦的代志啊。咱会做将这问题带到上帝面前啊。有阵啊，咱推病人祈祷啊，咱坐伫五人紧紧好势，但是却看上帝将伊接去啊。We pray for recovery from bedside illness, but death.occur， 咱有时咱会去拄到这个代志啊。咱看起有一寡朋友啊，为着听祈祷听进入一个家庭，却发现内面有婚恶、有仇恨的代志啊。A spouse prays for love in the home, only to find hatred and anger。啊，咱这款物件要怎啊呢？这是哈巴谷伊内面真实际，互咱看起一寡情形啊。咱有阵啊为着安静、宁静的代志来祈祷，但是看见后面却有激动，还是着急的代志啊。We pray for serenity, but then agitation and anxiety。咱实在有一款物件无法通解决。因为这就是用上帝祈求啊。但是哈巴谷先知呢，还特别提醒咱，就是咱通听候伊。第二节写真清楚，我对因讲，将这个密事明明会写咧板顶，互读嘅人容易读啊。Make it plain on the tablets, he may run who reads it。伊爱将这物件写伫一个册板嘅顶面啊。这个册板到底是啥物呢？照当时嘅情形，就是写伫这款石头嘅顶面啊。写伫迄个所在呢，人看嘅时阵，见知影。怎样？意思讲，上帝爱予咱明白，伊心中咧想什么啊 ？God give us clear instruction。这其实就是圣经内面所描写的。你看圣经内面也有感恩的话，但是也有恳求上帝呼求的话，呼求的话。所以，今日要甲你讲，当咱也好好来读出话语，咱好默想出话语的时阵，咱好将诗歌放伫咱。在心中的中间，等咱需要的时阵，真容易
咱就通唱出真容易，咱就会明白啊。所以这里面特别，这个讲明，这个明是明明的写起来，这个就是真清楚写的啊。意思讲，这个物件唔是要咱去猜的，唔是要咱去猜的，互咱会了解、会明白。然后，伊只讲，互人容易读，就是你咧走的时阵，真无用的中间，你读的中间，你也会了解。所以这个是圣经真特别、真清楚，互咱的意思、意念，爱咱底下听候上帝。然后圣经特别伫第三节安尼讲，这个、上帝对哈巴谷讲，因为这个历史有一定的日子，今必应验，并唔是不空。啊，虽然眼前也要听候，因为的确临到无可眼前啊。这历史有一定的日期 ，Wait for it, it surely will come， 特别应验，就是讲上帝掌管啊，上帝掌管。所以这是真特别，上帝咧对哈巴谷讲的代志啊，时间一定会来到啊。那个应验的时阵，唔是咱所底下想象会着啊，想象会着。所以这里面到底要叫咱做什么呢？咱要怎听候上帝呢？啊，我甲各位分享两项物件。头一项呢，就是咱着耐心的听候啊。We have to wait patiently。啊，咱上帝有家己的时间 ，God has His own timing。上帝有家己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呢是咱无法通去控制，但是咱知影这个永恒的上帝，伊看一日亲像千年，千年亲像一日，伊会照时准点来应允，甚至毋是照咱所想的迄个点钟啊，但是伊的时间的确会来到，这是真要紧，咱通伫上帝面前通知影的，咱听候。不听候，等听候时阵，上帝时间来时阵，伊就负责这一切。各位，这个物件是通帮助咱。有时咱咧祈祷时阵，为什么上帝无立刻听呢？因为这款物件上帝无能答应咱，因为咱现在无需要，现在咱那个时阵无欠用，现在个时阵上帝爱咱吞论啊，各方面上帝有伊个时间。但是各位在内面，当咱向上帝呼求的时阵，其实上帝爱咱听候，咱就吞吞的听候。这吞吞的听候是有阵啊，咱的真艰苦，是嘛？特别啊，急性的人，现在咱真来赶紧提掉，赶紧提掉。但是上帝有伊的时间，咱听候。第二较要紧的呢，是咱就 wait prospectively。咱就对上帝角度来听候，咱了解伊内面到底是甚物。咱对伊个角度来看，对上帝角度来看 ，look from God's perspective， 对上帝角度看，对上帝角度看是甚物意思呢？对上帝角度看，咱现在看起是黑暗的代志，但对上帝伫黑暗后面是光明啊。咱知影讲落雨后面。也有日头伫迄个所在，上帝伫迄个所在，上帝掌管啊。咱属主的子弟，有阵啊会去拄着咱无法通了解的代志，如果有生老病死的代志，但是上帝迄边啊，有伊的特别的安排啊，安排。刚才咱捌听起一首歌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亲爱的主，牵我的手啊。这《牵我的手》这首歌呢，是非常特别的一首诗歌。1932年，这位作家 Thomas Dorsey 啊，为什么写出这首歌呢？因为在歌里面啊，这个佮有真趣味的故事。当咱有时咱将这故事佮好好读个中间呢，为什么会讲亲爱的主，牵我的手，建立我，带我行？我野善，我软弱，我苦求苦，经过风波，经过黑暗，求你引导我进入光明。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on, let me stand. I am tired, I am weak, I am worn. Through the storm, through the night, lead me on to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Lead me on to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aise the Lord, lead me home. 安知影有一个某物件实在是无我人去了解啊，但是各位当咱有机会来听音乐，知影音乐内面的故事，知影内面的信息。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on, let me stand. I am tired, I am weak, I am worn. Through the storm, through the night, lead me on to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看伊咧写诶中间，其实伊是知影讲上帝要牵带伊诶手，伊诶天堂就是伊诶家，伊诶家。啊，这实在是当咱伫上帝面前听候诶中间，对诶上帝面前伊诶角度来看，这个规个情形诶中间，咱才咱就通受安慰，受安慰。各位，这是这个。 哈巴谷特别要甲咱讲诶一个真要紧诶信息，有时伊互咱听候，但是咱通各位当时伫遐相信。Sometimes he makes us wait, we have to believe him, or we can continue to believe in him. 除了求告伊，除了听候伊，最后哈巴谷爱咱伫遐着信靠伊。 Aside from crying out to the Lord, aside from wait upon the Lord wants us to trust him. 将家里人自顾自待，心无正直，独独其人，因为信得生。 Behold his soul, meaning Chaldean, is puffed up, is not upright within him, but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his faith. 咱这个我通加着信
通继续伫上帝面前生活。For live by faith,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是一个真要紧圣经内面的信息。咱相信，当咱徛伫黑暗的中间、困苦的中间，咱抬头知影咱有一位上帝伫迄个所在，咱有知影一位上帝知影咱的需要，咱敢一位上帝明白咱的痛苦，一位上帝的确安排一切。所以特别现在科技较发达啊，science are so advanced， 今仔咱知影讲啊。The way team satellite can see us, ye quantalan. A hensai go in cinemikian lans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y AI, a by a diare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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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咱通信靠伊，咱通信靠伊。这个到底信靠伊啊？这个代志信心到底是信心的决定，赶紧的决定，还是继续无停的信靠呢 ？Is faith a decision, meaning immediate or continuous trust？ 继续的也要来信靠伊，是这个款的决定呢？啊，因为这是咱信仰一个真要紧。咱义人得个因信称义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圣经头一摆讲的中间呢，是伫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啊。这是上帝，因为阿伯拉罕信靠伊，阿伯拉罕当时也无半个囡仔，但是对上帝对伊讲，你通看顶面的星遐多啊。圣经讲阿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称义为义。And he Abraham believed the Lord。And he counted it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It is single. This is Amen. He believed in the Lord. 信主啊，主就以用伊做义啊。He believed in the Lord. 保罗等伫罗马书讲的中间呢，伊特别提到这个是一款的信心啊。因为这义本是从经典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义地于信，亲像经典所讲，义人得个因信得生。For i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就是咱用信心也来挖苦上帝啊。这是福音啊，这是福音。加勒太书三款的底下讲，款的是信心啊，来信靠上帝。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咱用信心也来信靠伊啊。然后基本来说呢，用这个信心特别提高，一款是坚信啊 ，fervent faith， 是国家。不过信靠上帝啊，因为异人得因信得生，伊呐退后，我心内就无欢喜啊。But righteous one shall live by faith, and we shrink back. My soul has no pleasure in him. 耶稣爱咱就继续底下信靠伊啊，坚信底下来信靠伊。各位到底这个到底是立刻的，还是一款的客厅呢？其实两项拢相应，两项。拢欠用啊！困难来到时阵，咱实在是无法通控制上帝时间，咱无法通控制上帝。We have no control over God's timing， 咱无法通控制。各位有几位真出名，美国一个真出名影响，现在已经唔是干呐啊！美国呢，甚至影响全世界一位 Tim Keller， 伫2020年嘅时阵啊。伊底下就接到消息，伊有 pancreatic cancer。pancreatic cancer 这款的病实在是真正厉害啊，真正厉害。这位 Tim Keller 呢，主特别有安排伊，这个有底下伫 New York 所在设立一间教会，伫 New York 所在伫大城市中间特别将福音传教伊所在，已经困难的中间，上帝啊，接到伊，互人数底下。写到安尼，互人听起福音的信息。但是2020来到中间，伊有着这pancreatic cancer， 伊要怎么面对呢？实在是真正艰苦啊！但是伊迄时阵，伊有一位朋友啊，是一位医生啊。这位医生呢，就带伊去美国第一大间的医馆啊，底下用实验的药底下来要医伊啊。
其实个就是甲人在跟咱的 COVID 相关的，就是 immune system 要加强 immune system， 歹的物件来到，伊会赶紧伫遐面对啊。啊，头几年也真好势，一年两年好势，但是第三年啊，实在控制袂掉咯，控制袂掉。今年伊离开世间，但是各位真侪人当听起读到伊的故事的中间，特别我当咧听起伊的前后怎啊代志呢？所以你看起，虽然伊知影伊面对死亡，面对死亡，伊知影时间真正短啊。现在你若伊爱伫 YouTube 来看伊的一款信息，伊未死以前啊，佫录非常真要紧的道理伫中间啊。对创世纪来看福音，对出来日记来看福音，用真短十分钟的时间来讲到迄个圣经内面的福音啊，福音。譬如来讲，伫约书亚记，伊咧讲到福音的中间，约书亚记，咁即咱真看到这个约书亚咧拍一个对啊。但是伊咧讲的中间，伊讲什么呢？用内面有几位妇人，即 rehab 嘛 ，rehab。约书亚记，咱知影是约书亚的代志，咧记录约书亚代志。但是新约圣经真趣味，就记录这个 rehab 的代志。咱在古约这个真艰苦了解的物件，就是为什么上帝永远要给迦南地的人隆重叫以色列人将伊该可以离开，赶伊离开，还是将伊杀死？但是其实伊无将伊杀死。咱知影讲这个代志，上帝心意是爱因家来信靠上帝。虽然是亚利哥城这个所在，应该着全城底下来灭亡。但是 Rehab 立合的专家在信靠主，用这就是福音。Rehab 立合的故事，立合的名字写在新约三摆，约书亚才写两摆呢，才写两摆。立合不是伫真要紧，伫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马太福音的一章，耶稣的家谱内面，伊的名也伫个所在。雅各书啊，特别讲到伊个信心的行为，各位这真正特别啊。但是我来真要紧，就是 Tim Keller 也着离开世间。各位，当咱想到主的仆人，虽然有拄到即款的痛苦，但是伊也阁是信靠上帝，也未离开世间以前，伊就组织在其他的人最后一摆伫因的。那个衣冠里面有一个礼拜，其实这个礼拜是在这个因为在 COVID 中间无通礼拜，那个是唯一的头一摆，伊甲正人三个礼拜里面唱六地歌，六地歌的中间，当你看到伊所唱的歌，你实在是真正感恩，看起伊实在是辛苦上帝，辛苦上帝。各位，是的，有一寡困难来到。咱无能了解，但是当咱徛伫这个所在，咱看起世界，这伫乌云后面有一位上帝伫个所在，有一款物件咱未了解，咱下摆有通向上帝面前、耶稣面前通来求问。但是当困难来到中间，上帝爱咱做甚物呢？上帝爱咱求告伊，上帝爱咱听候伊。上帝爱咱辛苦的。When troubles come, let us call on Him, let us wait for Him, and let us trust Him. 咱当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来到你面前，阮知阮的兄弟姊妹今仔参加这个相亲团契，阮真喜爱，知影主你伫遐疼阮，你疼阮到底。但是有阵啊，当阮拄着困难的时阵，主啊，求你保恩堂来到你受恩的宝座前来呼求你，知影主你要随听阮的祈祷，主要听阮心中的难处，正亲像哈巴谷先知将问题带到主你的面前，主你爱阮伫遐听候你，求你伫遐互阮的吞忍的听候，求你也帮助阮对上帝角度来分析这款的困难。知影你疼阮，知影你施恩，最后主求你伫遐，阮徛伫这个所在，伫遐愿意伫遐信靠你，主加添阮的信心，
让阮更加依靠你，借着阮上千团体彼此鼓励中间，让阮更加愿意依靠你、信靠你，主求你赐阮你来的信心，听阮的祈祷。Lord, may you add blessing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llow us to have peace in our heart. 奉主耶稣圣尊名祈求，阿门。